Hello， 台湾的朋友早安。我在等公车，然后我练习这个，你们有看见吗？不知道有没有拍到。这个动作可以加强我小腿跟这个的肌肉。有时候有时间都会这样子练习，因为我们有时候打羽球就会那个部位非常重要，就是要锻炼一下。有时候早上起床脚跟对，那个是脚跟对吧，有一点点不舒服，就我就会这样子练习，然后过于会它就会变好，就变得强壮起来。祝你们平安喜乐，今天要上班咯，拜拜咯。午餐吃什么你们？